狂欢的庆典，异域的美食。4月12至20号，龙岗米干节、水花火舞双庆联欢，最有趣的泰缅泼水节，最热情的云南火把节，还有今世纪录最长米干长龙，都在桃园云南文化公园，欢迎您一起来体验。详情请洽桃园县观光导览网。我是吴志阳，桃园文化最多元，欢迎来龙岗泼水、打歌、吃米干。以上为桃园县政府广告。